我相信大家对云南拢真熟悉哈，嘛是咱中华的公园。我呢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陈美琪小姐带来这一首非常好听、非常合时机的歌曲。今年一定会好过，来夸一下，给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大家好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感觉越来越好讲话哦。今年比去年有较悬无？有较悬吼，有长大的吼。咱那位的前年哦，就美琪安尼尔。即马大安尼啊，紧啊。即马几岁？十一岁。啊，我之前不是甲你问你有哪十一岁？无啊。哈，无啊。你拢无食鱼啊吼？有食鱼啊无？袂食，那唔敢食。小小年纪，那唔敢食鱼啊，惊大了受伤了吼。咱美琪呢，非常的杰出吼。出了专辑，有出专辑了，出几张了？一张哦，还有第二张有没有在策划的？有在策划的哈，赶快，大家都很期待。大爷，今嘛后背牙要讲下针。来，戴眼镜这位，好够，就该机会哦你。哈，人标准答案，谢谢。一数三毛，数分了哟，一数三毛，七八三。